清明时节好分分，
哈。那么今仔日春天的尾声，啊，搁大家南投坐伫遮，无非就是来思念李南明。李南明，咱过去叫伊奶龙，奶龙捌讲，当哲学家伫猝死的时阵，沙河个唯一流目屎。虽然经过二十年，但是今仔咱的上天可能也同款伫唯一流目屎，啊，伫为台湾。老三，所以今仔真感谢大家，抱着风寒，抱着大雨，我们来到现场，感谢大家。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的岁月实在是了不起了的，那二十年的岁月，来到的时候，不是二十年前的时候就离开，咱的身边。我们回过头去想想，过去岁月中间的时，咱的人生也好，那总是感觉，在今仔日，在咧对视奶酪的时阵，我们还是要共同讲一句：奶酪，我们想念你，我们更要向前走。我们想念你，而且我们更要向前走。所以今仔咱的晚会，咱要用诗歌，咱要用舞蹈，咱要用纪录片。咱有足侪艺术家、创作者，咱来发挥二十年来台湾民主所累积的力量，咱共同来怀念奶酪过去用生命以焚烧家己所照亮着台湾的这条民主的路途。咱即马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来较紧吼，那么咱来邀请台南荣基金会。哎，库当属长邱晃全邱律师来给大家恭维。我们热烈掌声的欢迎邱晃全邱律师。我代表台南荣基金会，而且讲几句话。我要讲的是主人的派头。二十年前，台南荣奶酪自焚自求，自我实现，做一个新国家主人应该有的自由和尊严。按1984年开始，奶酪发行民主时代、先锋时代、开拓时代、繁荣时代等等周刊，鼓吹民主、人权、新国家。虽然一直被抢、被不当炸掉，但是奶酪坚定发行，时代杂志一期出过一期。按1984年3月到1989年12月，时代杂志换过18个名，甲统治当局不断交战。这段期间，中国内的统一集团的行政院长孙运璇、余国华、李焕，新局长宋楚瑜、张金玉、邵玉民，这人看起来拢无像清明了结，但是对自由人权的侵害，因拢有无共层面甲程度的参与。面对一款邪恶，奶酪无倒救，伊真坚强。伫个无人敢的时阵，伊先公开大声发出：“我是台南雄，我主张台湾独立。”伊一声勇敢，刊出柯世凯的《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1989年4月7日，上午9:05，台南雄因血自焚。为了捍卫不可侵犯的尊严和自由，伊甘愿把家己活活烧死。火烧会痛，火倒进前会自求。